哦，好的，现在玩的游戏是《淘太郎传说》，然后我把那个音乐跟音效关了，我练到淘太郎30啊，他钱也爆掉了，最高好像就6535啊，二的几次方啊，16次方减一啊，对，然后那个。我数，那个叫什么仓库吗？仓库好像只能存65000块啊，没有办法再存更多钱了。好，所以身上最多放这么多钱吗？65000加65535。13万多，OK，好，继续哦。因为我这边还空一个，不知道是哪里。先睡个觉，我一下速率25块。然后后面的地图我有偷偷去跑一下，你那个音乐真的很怪。这个我偷偷跑一下，应该不会迷路吧？只是可能箱子拿不完。我偷逛的时候没有开箱子，看一下是什么，毒枭。偷烂的箱子。不开也可以。真的没有音乐跟音效，超怪的。开的话又很麻烦。突然忘记要往哪里走，奇怪，我明明有逛过啊，为什么换一个出口？我是为了拿这个箱子，仙人应该是补记忆力的。就是应该找个背景音乐来放，可是就算了。那好像游戏里面几乎每首歌都有版权。这个是喂动物的，在谁身上？现在有2个。一个250块，商店有卖。我喂一下我的狗啊，喂好像就命令会多几招出来，还有很多招没有开出来，喂的还不够，然后要用那个命令，好像要花那个什么团子的。应该是这样吧，反正我那边按一按，我的团子都消失了。这个团子商店应该有卖。拍，这个也没什么用诶，我这箱子的东西就这么烂。到了，然后这只怪有点机车，
上面这只啊，左边那只青蛙、哦，它物理攻击好像打不中吗？反正我就没有打中过它，要用法术打它。然后那个辅导的法术打20滴打不死，比较省的就用淘汰养的道七打它，要不然就逃跑。哦，喂，血好掉，那我然后跳下去哦。那这边的话，右上好像就只是绕圈圈哦，还是要走回来。然后左上的话有一个比较厉害的武器，那叫啥？玄武之刃啊。然后我辅导有学到全补了吗？你哪一招？这个吗？这应该是全补了吧？我试试看啊。40，这招好废哦，好吧，没什么用。我觉得我放错招了。全体40会不会太少了？你要买全体100。出来哦，啊，没有，没事。然后在这个地方调查，会有那把武器。喂，哦，对对对，少了一个玄武的刀，那把应该比我商店买的好一点吧？诶，没有啊，比较烂哎，怎么这样？好吧，换起来。然后我有用过，他在战斗中使用是加防御力啊，好像也不是很好用欸。嗯，这样的话我给那个金太郎好了，我商店买的居然还比较好，我还以为他会比商店的好一点。然后那个商店货我应该也买的差不多。没有去看一下，应该没差吧？嗯，我的刀，然后又要绕回去那个地方，再跳一次。咦，还是我不用绕回去再跳？对，其实可以不用绕回去啊。啊，来不及了，好吧，也可以从那个路口那边再走回去哦，不一定要从那边跳下来。哦，然后正确的地方，诶，正确吗？那个要过这个地方的路是在左下方，诶，还有一个那个折，我先补个血。这个毒爪后面有那个一招可以漂浮的还是什么的，不会扣血的，可是那个时候应该也不会跑回来这里了吧？开道具的，哎 ，what？ 这是漂浮了，嗯哼，我现在才拿到没用啊，呵呵呵。刚好遇到漂浮的特效吗？还是怎样？武器的玉，全体回复。嗯，喂，还没掉下来。诶，然后我忘记这边可以开隐形，对不对？哦，没了，效果结束。可是我记得开隐形也没用啊。
拿箱子，小波的钓竿吗？这个应该没有那个地上找的那个好。对，细风的钓竿，你还是那个用了就会有法术啊，小波之术，铜铃钓竿。咦？难不成我的隐身又有用了？这隐形的到底什么时候有用啊？有时候用了没效果，有时候用了有效果的。哎，我试试看。哦，没屁用。我以为免费送一个小波之术，这还蛮爽的。这个隐形突然有用了哦。还是那个跟等级有关。我之前跑进来的时候等级比较低。嗯哼，好吧，我不是很确定。哦，到了哦。哦，开打，这个我还没打过哦。嘿嘿嘿，这应该要选佛吧。我是乱选也没差，反正人气度可以洗，可以洗。咦，还是我真的选错了？哦，那现在该不会再介绍每一个人吧？他怎么都长得一模一样哦？哦，不太一样。这不对啊，只有分两种，一对一对战。哦呦，还会补血哦，那么大气。所以前面可以尽量消耗就对了。不要选错，不能回去啊。啊，每个人都要打啊、哦？好吧，有时候也可以那个老太郎一打三。所以我只有练那个专心练淘汰了，这看起来就好弱。哦，我错了，他好强哦，他好强哦。哎，这样对吗？我要 GG 了。为什么 A 一下就那么多？我觉得我的速都回不回来，鹿角。你知道我会心没死了，哎、欸，我死了死了死了，这个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相克的关系哦。我真的打了你超痛了。咦，还好哎。呵呵呵，诶，好吧，没有我想象中的强，还是这个其实都是小怪而已。诶，哦，三战两胜啊，我觉得这个敌人真的有头有洞，帮我补血。哦，然后打九吞童子，要放树吗？到七之树，你这招要扣体力。咦，然后我记得有一招加手背的嘛，哦，就决定是你的。哇、哦，加那么多。32，这招是不是固定伤害？
血啊！哎，你太快放了，完全不痛。他居然帮我的补血补剂也是很怪啊。再加个防御力，五十二，哇，超多经验值，2200，人气度满嘞，诶，然后嘞。嗯，他又出现了，吹笛子了。然后我把音乐关了，听不到他的声音。哎，那、啊、他们就跑掉了，他飞走了。然后这个嘞，嗯？现在我猜应该是在播音乐，也不是欸，我可以动欸，好，那要把他打死啊，我要走掉了，然后把水晶给我吗？三日月水晶，为什么要把水晶给我？这敌人好奇怪啊。哦，走掉了。这样这边就过了。哦，然后还有一只我没有打哦。欸，不对，有两只没打。那三战两胜，赢两场就结束了。三日月往东北进入，有什么事？好，然后要干嘛来着？从东北进入景太郎的村子。东，诶，东是右边，东北，右上方。通常地图应该北边是上方啊。哦，这只打人超痛。哦，他没有机会出手。哦，那个村子哦，啊，这边都没玩过了。景太郎的村子，先睡个觉。50块，哎，半价还要50块。
所以没有人气的话，100块。欸，它有两个欸。下去。三枚。嗯哼，多五的防御力。然后要3000块。超贵了。咦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18，我看看，竹袋吗？然后帽子不用换了。诶，可是旁边还有一家。哦，这件是武器，割刀的刀，58，白。比都割了刀好像商店最强了嘛，我看一下巴哈，难不成是商店最强的武器了吗？都割了刀，对，这把是商店最强的。所以以后商店没有卖武器了吗？还是那个巴哈的没有完整？应该不可能吧？木棉加8的防御，鞋子我就不知道是不是最强的，没有注意。舞蹈太阳、风雨、头盔，只能换鞋子。然后我身上还有一个什么小波的卖掉，小波，哇，1500哎，这样就喷掉10000多块，嗯哼，一刃，可是那个银刺现在又不在队伍里面，完全不卖我，嗯哼，还有这样的。然后我要去哪里嘞？哦，这里哦，在睡觉。干嘛打他啊？真的假的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原来是动画，过场动画。哦，是被冰锥攻击吗？调查没屁用，然后村民都不见了，什么都没看到。他离开村庄了，哦，我要离开村庄了，就只是为了触发这个剧情就对了。诶，往西北半岛，那是哪里呀？我先看能不能飞回来。哦，对对，诶，为什么这两个顺序不太对啊？这地方明明比较晚过来。哦，我想逃跑诶。有一只敌人暴击的话，打人超痛的。而且这里的经验值比刚才那边还少。哎，怎么了？嗯，没怎样啊。196，这个比较多。刚才的怪的经验值比较少。我要踩到冰上面吗？这冰到底是怎样？好看而已。哦，找到了。西北啊。这是秦太阳的什么东西来着？的房子哦。
个巨人是怎样？诶，这次不是秦太郎，是，好吧，日文我不会念。我等下拿东西回来，对不对？我现在不能动。等下拿东西也太久了吧，我不会。哦，可能在播音乐啊。哦，拿到道具了。哦，然后什么路上有雪女妹子？有吗？我都没看到啊。欸，而且他的那个，欸，为什么他的人多一个？我没有遇到雪女那只。欸，我先去什么仙人之鞍拿浮游之术，这样就不怕那个毒藻了。都已经在空中飞了，诶，可以飘在空中诶。诶，雪女妹子，呵呵，雪女要怎么加入啊？嗜血之术，好像要事件解完才能加入。老虎，西南，诶，怎么又是雪女？可以用对话吗？这游戏有跟怪物对话的选项吗？没什么印象。你这西南也太远了吧？到底在哪里啊？我现在好像是往北哦。超远的，然后这个雪女也太容易遇到了，到底要怎么让她加入？西南走到底，很好掉，到底啊？没有啊，哦，这个十字形。绿色的，第一次看到绿色的，还不是都黄色的。哦，直接开打。哎呀，我还没出手，他就先打我一下。先忍犯规。鹿角之术，彗星戟，没死。你看是速度上升吗？鹿角之术，哦 ，KO。好，学会浮游之术哦，可以飞了吗？好，帮我补个书，补个记忆。浮游之术，飞起来了，就不受地形影响，这样吗？然后往北方的冰塔前进，它有什么隐藏的回复点？
这里吗？要看那个地形，我不知道隐藏的塔在哪。哦，这里突出来这块绿色。这个不看我应该找不到啊，没有看攻略绝对找不到。谁没事会边走边调查，对不对？哇，没了。那个浮游之术的时间也是蛮短的。然后金字塔。哦，这个要不要用啊？还是没差。地形材料好像也不会怎样啊，72，也不会扣血什么的啊。咦，为什么淘汰狼还是谁中招了？不是的，那招是什么？不知道中了什么奇怪的状态，麻痹哦。那要怎么解？体力全回复，是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是刀吗？哦，对，哦，银翅，你回来了，他等级超低的。我在练等的时候，他刚刚不在啊。觉得我放个隐形好了，不太想在这里打怪，这个吧。隐形可以加浮游，试试看。好像可以、欸。我走哪边？你还没有讲，我走左边，还是相通的啊？感觉它是相通的。五米，我五十。补超多，哇，掉下来了！我隐形又没用了。这个隐形到底什么时候有用？我两个人绝好掉，哇，新的怪，144的，好惨的。我不知道先帮他练一下等，还是不用了。哇，那什么鬼？有个木桩。诶、欸？啊！不知道怎么弄了，摔下来没扣血。我要用那个新拿到的道具。这个时候一堆怪在这边乱。隐身又不能用。要用那个新拿到的东西勾吗？在辅导身上啊，我把它放个位置。这样比较方便。应该是这样用了吧？哦。好像蛮炫的。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走了。
是一个奇怪的玉。跟谁对象？哦，又又飞起来了，反正那个玉就是飞起来而已，没有其他效果了。抓过来，可是如果方向不对，能不能抓？试试看，不行。那还要方向对，方向不对还不行，然后多走一步就掉下去耶。然后这个感觉就是一个很白痴的迷宫。诶，掉地上了，仙人。我突然刚才又没有遇到怪，对不对？是不是隐形又有用了？这游戏到底它的隐形到底是怎么判断呢？一个不懂欸。结果可以到中间了。还是那个隐形只是降低遇敌几率，他遇到敌人还是会遇到。哇，没有逛完的就不管他了。喂，敌人，哦，哦，这怎么办？机车，哦，有晕，好，没事，没事了。好，确认一下存档位。那六是什么？六是什么？那把这几只打爆，应该就没事了嘛。哎，他不理我。哦，要按对话。哎呦，我被小怪无视了，怎么那么惨，对不对？欸，他还有隐藏道具欸，先回去拿一下。在哪里来着？这里吗？不是，好像是这一层嘛。然后这边，哇哇哇哇哇，铜的什么蛙哥，不知道干嘛的。攻击力60，谁的啊？你是谁的装备？反正是铜的钓竿。伤脑筋。不知道是谁的东西啊？还是铜的斧头啊？只是一个铜斧，伤害有那么高吗？因为我不是很好，只能用猜的。大的斧头是可以卖掉。哦，对，这是斧头啊！哇，像玄武之刃呢。丢仓库了，太惨了吧！又复活了，为什么？凭什么你们又复活了？怎么可以这样？还是这是可以刷怪？可是刷这个好像也没意义啊。死完了一批又一批的，好，然后
哇，中10000块啊！哦，当他的部下给我10000块，不要啊！选四的话扣人气度啊。哎，我选不是吗？哇，这群怪，等机车。啊，我应该加防御。好，那应该会比较硬一点。哇，金太郎一刀一个，桃太郎一刀一个。要补血就好了，可是等一下辅导就升级了，啊，补啊，以防万一，银翅太脆弱了，我在练等的时候通通不在，现在才跑出来，这边该不会是用来帮银翅练等的？哦。所以应该蛮弱的吧？还是我太小看他们了？我还有啊，我冰的4个，哇，什么鬼？那个水桶，我现在水桶超多的。来不及耶，糟糕！哦，没事了，安全。欸，鬼应该不会太强啊。东西，哎，道具满了，有什么东西？嗯哼，丢不丢？哎，哦，结束了，然后村民都避难了，你结束吗？跑出来了这样，好，等一下。好，继续哦。他要拿什么给我？哦，真麻烦。毒枭。好，这个应该是重要道具吗？夜叉姬，哦，我打，会很强啊，先削弱一下。全补，
就是应该用那个一次的降他防御力。哦，也还好。这个补血的也补太少了，16，加个防御，哪个是降防？柳丁包丁，柳刃包丁。哦，那个还是几率的哦，好像会一直有啊，这样一次现在好废哦，偷东西好了，没有帮他换武器，超废，什么都没偷到。我靠，两倍！我流星之术，什么鬼？痛恨一击，有人要死了。你倒没事，欸，大家都没死，活起来了。全体回复。那只能用随从补，好弱哦。160，40×4，我靠呀，好痛哦！哎，赢了吗？还是他又要放大招？我看他眼神恢复正常了，本来是那个红色的。这要怎么选？我看一下，没差，加入，一次又走了，拜，完全没有办法帮，哦，没有办法帮他练等级啊，一直走掉，一等的夜叉级，嗯哼。又要练等了，等级一，他会什么啊？什么都不会，啊，一等而已，也不能太多要求，对不对？然后如果那个道具在那个一次身上怎么办？还好没有在他身上，这设计也是怪怪的啊。不能飞，先离开。这有没有路可以离开？还是我要自己飞出去？啊，飞出去哦！你是哪一个啊？这个。嗯。哦，飞回来了。先睡觉。夜叉姬买装备吗？那有什么装备啊？武器？好吧，防具。咦，少一件欸，他没有衣服。哦，然后那个秦太郎，哎，
我要用道具啊。这个东西如果在银翅身上怎么办啊？继续睡。哦，我看一下。哦。要打了，我要帮夜叉机练一下等级啊！哦，这是吹笛子的。哎，还是有淘汰狼可以上，好吧？撑七回合就好。哎，撑七回合嘛，这样我不用。看有什么东西可以用，好，没有加防御力的。啊，我不会把他打死啊！触角之术，彗星戟，没有伤害，好，打不死。那么机车，哎，有哎，那这样为什么没有伤害？触角之术。彗星戟没有伤害，还是他那个法术无效，补血，上了补血好惨，还没有学到补比较多的。还好我补的血比他的伤害还高。哦，结束了耶！哦，剧情，鬼岛是不是一个鬼的脸？拔泽罗王的屋子哦，风神、雷神，还有一个是谁？然后景太郎村，诶，哦，又有一只钓竿，东侧房屋左上，这边不行过。哎，你挡住我了！哎，他有武器屋，我刚才是白买了。这里哦，哇哇哇哇哇！这个应该有比原本的伤害还要高吧？看一下。使用不知道有什么效果，只有辅导可以用。这是应该把一些东西存起来。诶，这个是50。诶，好吧，算了。都是50，为什么一个是隐藏的？不对，两个都是隐藏的。铺个帐，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，这是什么鞋子？帐，50哎，我操！谁的装备啊？诶，夜叉姬的50，然后这是他的衣服吗？不是鞋子，
我的装备凑满了，换杖会不会比较强？不是，我买了一把武器，嗯哼，茶树艺，哎、欸，这个没有钱装哦，我要跑回去刚才那边哦，那么麻烦。这个东西，这个应该用不到了吗？那个是那个钩子，我存进去，我应该就找不到它了。玄武之刀，仙人，大斧头会卖掉，引导。我去把那个斧头卖掉。武器，好像也不用找武器啊，随便一间就可以卖。不出物。哦，斧头。好像卖不掉。我有卖到啊，好像有，好。然后去哪里啊？皇上屋子内有什么民国之命名事件？那什么东西？哦，和果子是我要帮他的果子取名字，我不会取耶，照原本这样好了。我要出去再进来吗？咦，怎么样？神明启发之后可以买珍贵道具，所以这只是一个事件就对了。准备，然后村民对话会送哦。这样，欸、他送我那个到底是什么？三格，村民对话会送，就是只有那个小女孩有送这个。我要找一个换的，诶，是你吗？啊，呵呵呵，我没有道具，啊，我知道了，就是那个换东西的，一开始是个小女孩，然后第二个，有吗？然后换成再跟谁？义在跟这个讲话，用稻草换房子的是吧？忘记那个寓言故事叫什么了，反正东西越换越好之类的。哦，这个啊，这家伙换完之后。那个，哇，这是哪里？那不会是你吧？啊，没有东西的话，跟他讲话会扣人气度。我换完了，再跟微笑之春左下。微笑之春是哪里啊？不是这里。微笑之春在哪里？那为什么冒一个我不知道的地名出来？坏，是这里啊。
我笑是存在哪里？好的，所以是要去别的村庄的意思。出发，微笑之村。他没有跟我讲在哪里呀、啊？哦，三等，五等，七等，打一坨怪升了七等，也是有点夸张，地藏了，好多地藏啊！他们到底是怎样？在那边排排站，我又升级了。他到底有没有树啊？夜叉姬，流星。三分之一的技，召唤流星是吧？流星召唤，他跑掉了，他这到底在干嘛的？我是不是被他偷东西啊？好吧，掉东西我也不知道啊。又升级了。喂，储存点。不过我没有卖新的东西。都一样。微笑的村，我要不要放隐形啊？收财再练等这样。还是这里隐形也没用，我放放看、啊。变成透明人，哇！他又跑掉了，那这到底是干嘛的？又是你，哦，我不知道这是干嘛的，我先选一个。哦，什么鬼？为什么我变成一段？这是干嘛的啊？197130，为什么重新升级要比较好？不懂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石头什么的，这是什么？坏掉了，那还怎么了？我变石头，那个什么道具袋？我应该没有多东西啊。能力上升，重新升级好了。加的好像比较多为什么？可是他们又比较多。这道具袋跟刚才的不一样。这到底是干嘛的啊？我看一下。这边的画面是这样。2311675。2311675，一模一样。197130，所以那个变一等再升回来了，根本没用，对不对？完全一模一样啊。那道具的话，那道具到底是怎样？我是少一个东西，我的月之镜呢？跑到金太郎身上，我一个不懂哇，光爱知道是来干嘛的？月之镜，然后这是加宠物了。
他是不是把我的那个道具栏用乱？喂，选第一个是上下左右变随机。What？ 这样怎么玩？保护人呢？哇，这什么鬼？这是干嘛的？等一下，我看有没有。这对感觉就有什么特殊事件？微笑大帝有妹子，所以就是妹子。我把鬼打死哎、欸！我干嘛？变下雪？哎，等我一下。
好，继续。刚才那只到底是跑了还是怎样？天鬼四，天鬼姐姐。哇，这边怎么都一堆奇奇怪怪的鬼？答错会怎样吗？乱答 ？What？ 不知道啦。四肢变，不知道啊，不搞一下。为什么还有怪在问答的啊？可能是11582。我没打完为什么？21582，答错会怎样？答对他就直接变成经验值。我新的数，这游戏还要问问题是怎样？手背力下降。那我的隐身又没有用哦，数学。看不懂哪个是两只脚的，哪个是四只脚的？我的，好用作弊啦，一个一个按，对不对？三选一，鸡兔同笼，对吧？大黑天。大黑天，我会无敌。好，我的角色无敌了。那什么？怎么自己死掉了？无敌就这样没了。没有吗？没了，好快就没了。什么奇怪的无敌？村子。这无敌的时间也太短了吧，一下就没了。这个应该是什么微笑之村吗？希望之都不是微笑之村，怎么办？看一下，为什么我的无敌一下都没了？希望之都，没有看到希望之都啊！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？希望之都有了。哇，夜叉姬要走掉，我要帮他练等吗？要走掉了，晚上的希望之都，然后村子口右上，这是右上了吗？好像还不是，好像又是，跟这家伙讲话，风乃屋。然后夜叉姬又走掉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骗，鬼就跑出来。
走掉了。啊，换那个换东西的还没换呢，钱包换不换得完？等一下，东西在夜叉姬身上啊。我现在回来。这个东西，这个应该很难找到吧？哇塞，好危险哦！你看那个宾士什么的有没有差？麻烦欸，为什么那么刚好都放在夜叉姬身上？可是他离开一下下就又回来了，没有差这样。有，喝茶。咦，这件，我快转哦，反正也看不懂。看不懂啊，可能有人看得懂。时间到，什么鬼？拜拜，走掉了。才加入没多久的同伴就这么走掉了。然后要去哪里来着？什么？我开花爷爷那个村庄。用飞的去就好了。我飞，不是这个，刚才那个是隐形的。开花爷爷村是哪一个？不能用。我先出去。希望之都，开花爷爷，这个嘛，花笑的村子，然后去神社，会给我什么东西吗？把一根树枝给我。花的树枝吗？好，跟在身后。一棵樱花树，看有没有血量，没有。好吧，跟那个动物一样。我去，这是什么奇怪剧情？然后去。天之仙人的塔，黄金佛像，谁设计的啊？这剧情，哇，那个在哪？树二，我要走的，我先隐形，什么奇葩的剧情？先是跟了一棵樱花树，然后又跟一个佛像。我开加速好了，走比较快。
把你的佛像交出来，是后面那个佛像啊。超扯！我跟一个佛像，然后去希望之都，我还是没找到微笑之村。办婚礼哦，哎，我们走过头了，再见。我又回来了，变新娘了，夜叉姬新娘，后面跟了一个。樱花树跟佛像，啊！我把音乐关了，这个音乐关什么音乐？一次又来干嘛？他走掉了。五重的塔哇！我要自己走，还是今天就先到这边？欸夜叉姬就不见了，你去看看好了。欸，踩到会扣血哦，要浮空。这游戏怎么那么麻烦？隐形加浮空。这边隐形有用吗？那地图不会这么单调啊！哟，还有水果，哦，到了，还有蛋啊，没有，效果结束了，再飞一下。哦 ，PK， 你十二等，鹿角之术要放吗？还是等等再放？扣个房，加个房，扣个房。现在打60滴。哇，分身，分身，还有这样的，哦，分身就是分身，分身要不要打掉啊？还是先不用管他，都没讲，嗯哼。
我46，超痛啊！又来了，分身攻击，30。分身比较不痛，我放个鹿角好了。哎、欸，我用那个10的全回复啊 ，OK。31，会心一击，哇，那分身都打不掉，这只会不会太强一点？流星，会心一击，1、2、3，哎，分身啊，因为我有那个扣本尊的防御力。流星，死了吗？那为什么那么多话？哇，100，死了，1×7死了，扣我的气度。哎、欸，他死了还放招，哇，太过分了！这游戏死了怎么复活？我、哦、加死了。嗯，我可以走了。然后嘞，哎、欸，我没拿到东西啊，还是我要走出去？用树飞出去，不能用。哦，然后那个藤蔓都不见了。旁边应该不会有宝箱什么的吧？纯粹只是要让你用走的，这样比较有气氛吗？啊，可能还有音乐。我把它关了。哦，不会倒。两个镜子碎了。哎、欸，哦，又是吹笛子的，哦，我会盖城的。嗯，获得重要道具，我不知道它中文是什么。哦，出去建城。诶，我要先复活一下，应该是在这里复活啦。不是的话，我也不知道了。这个吧，哇，270。好贵啊、哦！死掉那么贵，再去睡个觉。
哦，建成哦，然后那个微笑之春我还没找到，先完成再看看好了，找个空地，有这么大的空地吗？哦，建成哦，然后不要存个档。存太多档哎，我把这开掉了。哦，建成哦，那个东西在谁身上？不见了。哦，他这边，岩蚕明明就在第一个位置。哦，进城哦！随便用个道具就跑一座城出来，会不会太奇怪了一点？然后还有一堆工匠，哪来那么多工匠？这座城超不科学。哦，还是这表示他这座城盖了很久，这样一堆工匠在盖这座城，所以我是瞬间建起来的。哎呀，太多城了吧！屋顶，那最后那一格要干嘛？哦，盖好了。同伴加入，还可以帮这座城取名字。好，还是不要乱取好了。哦，然后这个。之前给我道具的，加入了，然后这个秦太郎，因为是汉字，所以看得懂，也加入了，这个是谁啊？不知道是谁，也加入了，他是谁啊？该不会是那个天鬼姐姐之类的？我去看一下，断，可是我现在人已经满了，还可以继续加人，你可以耶，哦，金太阳就，哦，所以只能四个人。吧，然后又要练等的是吗？然后顺序还要自己调回来，很麻烦，啊，不调了，就这样，气死我了。然后存要去哪里升级呀、啊？我赶快把我的钱花光光。希望之都左下角有卖各种设施，所以还不是在我的城里面自己生哦。抹茶，哦咦，水鬼，哦，水鬼好强，比风鬼强多了。左下角有卖各种设施，这间吗？不是啊，哪一间啊？咦？再见。也不是。万能丹。我要赶快把我的钱花掉。咦？再见吗？
哦，护工，哦，开始买哦，桃太郎的历史簿，一折，就是一折，茶店就是茶店，风雨哎，哦，这是温泉，桃太郎的历史簿，温泉我觉得下次好了，我已经没有存档位置了。然后这个是移动的，哦，买好买满哦。今天剩下的时间，我看，哎，它走掉了，要一个一个买吗？不是吧？不要这样好吗？我一个一个买。哦，我觉得我收彩算这么好了，还有一个一个买哦。那我干嘛盖那么远？太好了。然后多一件衣折，啊，剩下我自己慢慢盖啊。我去找一下那个微笑之都，然后就收台了。哟，是贫乏神。哎，这只好像可以加入，我要怎么加入啊？算了，我收台再研究，应该还遇得到啊。这边感觉就一堆怪可以加入。哇、哦、啊，应该偷我的钱。哦，偷了一半哎，超扯。趁我现在超有钱的时候来偷钱。哎，微笑之都到底在哪？这个洞好可疑哦！哇，这什么鬼？指令之鬼，那是什么鬼？走走走走，是不是应该放一个全体的法术跳下去哦？有啊，怨念的洞窟哦，这个走一步会扣那个人气度。啊，我们去好了，好像可以不用进去啊。哎，大黑天，啊，是我去看那个石碑，然后就偷读我的存档，走一步扣一的人气度，哎，超狠，我扣了13，哎，啊，所以要来一次哦，因为有个人在这边要收，哎。哦，讨厌的名字，好吧，我没办法打，都日文的，哪那么厉害？诶，哦，人气度降一，诶，为什么只降一啊？学好掉，所以我要去刷锦鲤刷回来了，哦，超麻烦。咦，还是人气度超过100，它会累积降一。我还想说就独打，没想到这是什么贫乏神。哎，还是这个就是我打的名字啊！一直扣人气度97，还是这个有13层，然后每一层的话都会扣一这样。他内建的名字就是3只，哦，好麻烦哦。
学好掉。可是我遇到的怪应该超过三种了。750的经验值，喂，到了哦，地形不太一样。好，没有，一模一样，哪里不太一样呢？终于不一样了，结果是一样的地形。啊，反正都逛了那么久了，我觉得我去刷锦鲤好了，就不要独挡了。然后那个微笑之村啊，我到现在还没看到那个村子在哪里啊。哦，到了。欸，这只怎么那么强？哦，还有一只守门的哦，我已经没有存档位置了，我这里还有一个，啊，我应该加防御力，你好强哦，62。新之力107，5000经验值，然后就为了看这个石碑，扣了我那么多人气度。好吧，就这样而已。跳出去了。锦鲤把人气度补回来，欸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大量扣血？哇，15欸，消耗变高了。上一个流星，欸，变晴天。哇，后面先死了。欸，这也太强了吧。
为什么淘汰量减半呢？这只好强哦！奇怪，我之前怎么打赢他了？还是天气的关系，那下雨打人就很痛。哦，有个村庄，这应该是那个微笑之村哦。饭团。哦，我终于到了微笑之村，先睡个觉。哎呀，今天没有垃圾车了啊，继续玩。觉得我把那个东西换一换再收台。微笑之村左下的屋子也有武器店。好像没有特别好的东西了。希望之村的我还没看过。左下的屋子。笑，笑笑，那个下次再逛好了。诶，左下屋内，那不会是这间吧？没有砍棒的，好像不是诶。诶，对对对，这间，哦，交换。不是你吗？那为什么不跟我说话？哦，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话。好吧，那没办法了。我看一下攻略，救一下，下次再来。那我去看一下希望之都的武器。那该不会是有一只那个鬼要加入？冰哇！我还有更好的，我切完，哪尼？65。诶，等一下，那巴哈那边，他有这把武器吗？鬼切什么的？欸，我没看到欸，所以他那边也不是完整的哦。可是我存，有看到啊。哦，所以后面还有什么百鬼切加72。哇，原来是这样。好的，超鬼。哦，鬼的什么鬼。诶，哦，这到底是干嘛的？铜的啊，这个商店有卖，所以他那个隐藏的也还好。攻击力5，这到底是干嘛的？哦，我看一下，鬼。攻击力+5，然后那么贵，我干嘛的？没有讲任何效果啊！我 Google 一下，这东西是干嘛的？那么贵，伤害只有5。哦，连续攻击。好的，最多可以打8下。也还好多东西哦，这个又是什么？15。40。竹袋。
这应该是衣服吗？在，这游戏的钱太不经花了，随便就花了一半了，花了2万块了。然后嘞，好吧，我觉得今天差不多这样啊。然后下次开台之前，我可能把那个城里面的东西盖一盖哦。那再见吧。还没盖完。好，今天差不多这样，先收台啦。